父亲，不，你不是，你是，你不是想要见我真容吗？陆之远和潘大人勾结在一起，包藏祸心，图谋不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先城主死前留下一份遗诏，要是识相的话，把遗诏交出来。先城主留下了遗诏，可既然是遗诏，又怎么会在陆之远的手里啊？否则别怪我把你的娇妻尸首分离。红袖，给我杀他们！不愧是我从小带大的部下。红袖，我杀了他们！等着，完了完了，现在全城都知道陆之远的长相，城主也知道我是男的，陆家这次死定了。陆之远，别怪我先溜了，陆家肯定是玩完了，我可不能把沈家搭进去。少爷，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，大难临头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快回去通知二娘，把行李收拾好，等我回来，马上走。哎，快收拾吧，走，别废话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万一别人进来看到信，就大事不妙了。信藏在哪儿好呢？有了，这是什么？情书？没想到陆之远不能人道了，还玩地下情。这字迹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陆公子容典去斗茶大会，这不是我写给金主的信吗？难道陆公子就是？怎么我写的信全部都在陆之远这里？陆之远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迟早宰了你！